其实我觉得 OK 的，我觉得因为金城安这个角色的人设呢，他是比较可爱，即很多人都会觉得呢即他会这样，其实都有些情趣在里面。即金城安虽然他就可能成日都会搞了很蠢的出来，其实他主要都是因为他很爱 Bonnie 这个人，所以他才会用那么多不同的方法，无论是这个方法是 work 定不 work 都好，但其实他都是想哄他开心或者帮他手咯。金城安和 Bonnie 这个现实里面呢，其实我们两个呢就很好的朋友啦。我们两个其实有时候很无聊的，就算一起呢我们都是讲的戏咯。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成长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咯，他在我生命里面。所以我很期待除了金城安和 Bonnie 之外，有其他的角色，其他的人生可以跟他一起去发展咯。即是在角色方面就有不同发展的空间，即是除了金城安和 Bonnie 之外咯。